眼镜是一件很特别的时尚单品，土气和时髦只在一瞬之间。说到蔡徐坤的眼镜造型，蔡徐坤戴上眼镜之后真的是贵气十足，他能 hold 住很大胆的大舞台风格，这不奇怪，因为他的长相非常的华丽，但没想到戴上眼镜的他反而变得沉稳清淡了很多。白敬亭给我的感觉一直都是斯斯文文的，然而他的这种气质在戴上眼镜的那一刻就更加明显了。他平时也很爱戴这种金属边框的眼镜，他也确实是男艺人里少有的能把眼镜原本的书香卷气展现得最好的一个。不光是温柔学长，白敬亭戴起彩色眼镜就秒变服装学院的时髦学霸。王一博本身的长相会给人一种厌世感，眼镜的造型不仅加重了这一感觉，还增添了一丝丝的冷峻。少时的王一博被 K 气质还比较明显，戴上金属眼镜也很有那种玩世不恭的公子哥的调调，当然还是帅的。对此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更多时尚资讯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